学姐，我们之前不是已经庆祝过了吗？你都已经说你对明天死心了，怎么又在为这件事情烦恼啊？啊，骗得了人，骗不了我自己的心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明天跟方宇已经公开了恋情，我的心还是一抽一抽的痛着。现在我才真正的发现。 原来我还没有放下明天。孙浩，嗯，你难道都不难过吗？怎么看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我还好啦。还好？所以你喜欢方宇的程度也不过就像浮云一朵。嗯，谁说的？我也很心痛的，只是学姐你是一抽一抽。 我是一刀一刀的扎着痛哎，这我不愿意说出来吧。那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们一起为方向而努力吧。我们？啊，这次一定要想得更特别，更能一次到位的方法。哎，学姐，我自己可以调试，你就不用有费心了。徒步3000里怎么样？我们走路到北京。北京？那要走多久啊？哎呀，时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 我们要体验那种身心灵疲惫到顶点，心里只能想着我要努力撑下去。我想，人生只要经历过这段，就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。嗯，学姐，其实想要身心灵疲惫，不一定要徒步去北京啊。我也有一种办法，可以达到身心灵疲惫。什么方法？网式足球。那是什么呀？网式足球啊，就是一种用脚玩的排球，可以用头、胸、膝盖还有脚。 就是不能用手。哦，没兴趣。那好吧，就算是我多嘴了。虽然学姐的脚功很厉害，但是依我看来，想要玩网式足球啊，可能还是差了一点。你说那个网式足球到底在哪？我要去踢馆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走。 我告诉你啊，网式足球最好有你说的这么好玩，要是无聊的话，我就请你吃柴犬套餐。学姐，我最近肠胃不太好，有没有清淡一点的套餐？没有。哎，学姐，好巧啊！我跟方宇刚刚去买点东西，你们呢？我带小米学姐去玩网式足球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可好玩了，不好玩的话，我。 我的命就会没了，求你了，学姐，跟我一起吧。听着还挺有意思的，怎么样，去试试？哎，这么小心眼啊！听到我们去了你就不去了，怕输啊？ 说你明明知道，因为我跟明天在一块儿了，所以我现在跟小米正尴尬，然后你还非把我拉过来。大家同在正则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难道你想继续这么尴尬下去？再说了，经过最近的相处，我觉得宋小米挺好的，有点舍不得呢。我看你是舍不得他做的菜吧。好，你舍得了，你不喜欢，走，咱不交这个朋友了，走走走。 孙浩就是这儿吗？对啊，学姐，这个呀就是网式足球馆。网式足球的方式啊，跟排球一样，只是不可以用手。哎，你们几个站住！这场地是我们要用的，给我走开！为什么是我们走开啊？是我们先来的，应该是你们走开吧？对啊，因为这个场地是我们先预定的。你们先预定的，还有我们先来的呢。哦、逃什么呀？汪水。 咱俩还挺有缘分的，在哪儿都能碰上。嘿，你们几个认识？岂止是认识啊，咱们俩还熟得很。这样吧，咱们人数都够，
要不比一场？我们为什么要跟你比？怎么，不敢啊？哼，不是不敢，是怕你输得很惨呐。哎呦，我的卡怎么刷爆了呀？你们有谁可以帮我付那几碗炸酱面的钱吗？孙浩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人家请你吃面，你还这样小心。我可没有吃他的面，我的面是方宇学姐给的钱。真的？嗯。方宇，这家伙把钱还你了吗？没有啊。王世伟，你想追人家还欠人家钱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行了，少啰嗦。到底比不比？不比就赶紧走，我们才是有权使用的正主。雪姐，要么我们还是算了吧，我们没玩过。不行啊！哦，原来不是怕，是不行啊！喂，你们几个小子可有福了，能够亲眼看见正则的学生，尤其是三打 S 级选手，在你们面前承认自己不行。赶紧回家瞧瞧，是不是你们的祖坟上冒青烟了啊？告诉他，比不比？比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你们先。放心吧，看在咱们两家是世交的份上，我会让你三个球。哎，臭小子，谁需要你让啊？好好打吧你。球还是要踢得过去才行。你行你来啊。我来就我来。孙小敏，我踢的时候轻一点，轻轻的。轻轻的。还用比吗？自己不行，还好意思说我？奇怪，不是说好这个时间训练吗？怎么学姐都没来？哎，算了，自己先练会儿。